不过我觉得这样玩也不错啊，对吧、啊？就打打 game， 然后开心的跟观众聊天，然后享受排位上面的喜怒哀乐之类的。好的，走吧，走吧。又是这个机子分布。缺点啊，对监管者的封装是蛮重要的。你要针对每个监管者他的擅长，应该做他是什么样技能使用啊？他就是要跳起来才有用嘛，他跳不起来就没有用啊，对吧？啊、他知道这样会被我耗了超级久，因为他是戴眼镜不是闪现。他很好不容易打到我一刀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就开始在那边继续刀，一直刀，一直刀，这很好笑。所以要有观念，那些比较重要。为什么两个都过去啊？搞笑、哦。为什么两个都过去啊？这样怎么修？怎么修？你跟我说，本来镜子是好的、欸，娃娃吗？哎、欸，有人摸鸡哦！你要扫电机啊！这样就有用吗？没有用的。小土呢？他不可能挂人的啦，是吧？他不可能挂，绝对不可能挂。因为那台已经要好了，就这样修，对不对？就这样修，然后不要怕他，不要管他，然后等他那个洗涤完之后，我再接过去。他接过去之后呢，他就会很恐慌。你现在要彩电呢，又不彩电；要彩电呢，又不彩电。他这把前面队友六就已经差不多快定成局了，队友在外面修爽爽的看。
干嘛？干嘛？我要走，我要走。Fight！ 压好了，我要不要离开啊？根本没有发话、欸。充满嘞，哎，搞笑。走走走，向前走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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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我留着也没屁用、哦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改闪现。